好，那么这一区的总电场我们知道了，那第一区也求出来了，第二区第一区的总电场总磁场有了，第二区的总电场总磁场也有了，第三区的总电场总磁场也有了。这个方法比将来解联立方程式要好得多啊，你联立方程式要求个半死啊，那可能都不出来，那个脑筋不清楚的话解不出来啊。好，再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standing wave 驻波。在某介质中，平面电磁波的入射波与反射波会成为驻波，这个我们上一次在黑板上讲过啊。那现在我们看任意区域的总电场是这个，任意区域的总 H 场是这个值啊，这个值。那么如果我们取它的绝对值来看，因为等等我们要用到绝对值了啊，这个取绝对值，那这个也取绝对值啊，啊，这个是复数，所以你要取它的绝对值，那就是它的 initial phase 就不算它了啊， initial phase 就不算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有 gamma 等于 alpha 加上 j beta 啊， j beta 那一项啊我们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只要它的大小嘛，哈，所以只剩下 exponential 负 alpha z 啊，然后这个绝对值一加 gamma z 的绝对值啊，然后 h 呢也是一样，它的绝对值就是这个有绝对值啊，其实这 gamma 也有绝对值啊。伽马也应该也有绝对值，就是伽马的大小了，这个的绝对值就是它了，它的费是不算了了哈。好，然后其他都一样，就是这里是负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情况，当这个介质啊是无耗损的时候，伽马是等于 j beta， 伽马等于 j beta， 伽马等于 j beta 的话呢，那你这一项里头这个，你看这个都跟这个一样哈，这个可以变成负 j beta z 一加这个啊 ，h 呢也是一样，这个都一样，后面这个就变成负的 j beta z 括弧。一减到 gamma z， 好，这个是任何一个区域的总电场跟总磁场，我们用这个形态来表示。等一等，我们就可以看它的利用驻波的定义啊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式子哈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电场跟磁场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哈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我们也都看过了哈，就说你这个是什么时间不同的时候啊，从零到三十它这个波的大小在变动啊，在变动，是一个你比如说你在零度的时候这样，180度的时候变成这样子了啊，所以它整个波呢是这样子震荡，这样震荡，这就是一个波包啊，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或者叫做波环。如果是弹性波旋波我们可以看得见啊，那么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它不同的跟我们以前讲，我们不是讲过一个两端固定的旋，它的驻波呢有波节，对不对？波节的地方就是正负等于零啊，因为它入射波跟反射波振幅的大小都一样，
所以它如果是 out of phase 的话，加起来就是零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它有反射波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穿射波的它有穿射波，反射波的强度啊，就没有入射波振幅那么强啊。于是它相减的话也不是零哦，啊，不是零，所以它最后啊，它的震荡啊，就是这样子哈，啊。我看看这个，啊，你看这个是，比如说我们合成最后在这里，啊，那么它往下翻的时候呢，往下翻的时候呢，啊，它可能是在这里，它负号，它不是零啊，它不是零，它是在这里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所以它的振幅不是零，所以它只有什么最大的电场跟最小的电场，这个也是有最大的磁场跟最小的磁场啊之分，这个是最大值，这个是最小值，有这个之分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定义了哈，我们将驻波中最大的电场 maximum value 跟最小的电场它的比值呢叫做驻波比 standing wave ratio， 我们上次讲过，你可以用这个符号也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standing wave ratio 啊，那它就等于这个比值啊，你这两个比值其实就跟它的这个电场的大小啊，最大电场和最小的电场比值是一样的啊。那现在我们就看最大的电场等于什么呢，那就是你入射的这个振幅加上反射的振幅啊。如果我们是两端固定的旋，那这两个相等，它不就两倍的 E O plus 吗？对不对？现在不相等，啊，那我们就用这个绝对值加起来，然后 minimum 就是这两个啊最小的啊，那就是等于啊最小的就是这个最大值减掉这个最小值啊，这是绝对值了啊。这个就是它的最小的值啊，这是最大值，好，带到这里面去 E maximum over E minimum 要等于这个啊，就是这个比上这个也等于 H 场啊， H 也跟它一样了啊，也等于 H 场，然后就也等于 H maximum over H 的 minimum， 这驻波比呢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无耗损介质中这个是等于什么，我们刚刚写过啊，是等于啊，刚刚前面这个是刚刚已经把这个去掉了，现在我们这整个放在这个绝对值里面了，这个就没有了，因为它是虚数，它没有实数，啊，这个拿出来，这就变成一加这个。哎，同学，请不要讲话，等等，录音都录出来了，啊，好，这个，啊，你把这 HY 也是一样哈。这个就没有了，就是等于这个比上这个，如果你这里加绝对值的话，这个 A 它要打一个帽子哈，打一个帽子 ，OK， 要打一个帽子啊。所以驻波比呢，我们可以写成什么？这两个比值啊，就是这两个比值，就是这两个比值啊。等于一加伽马 over 一减伽马，
E maxima over E minima 啊 ，E maxima over E minima， 那它就等于一加这个跟一减这个，它们前面的系数都一样啊，就是后面不一样啊。啊，不明数就是说它没有单位啊，没有单位，因为分子分母同一个单位嘛。这叫 standing wave ratio， 这个关系要记住一下哈、啊，记住一下。好 ，standing wave ratio， 啊，我们用 standing wave ratio 也可以来表示反射系数。又来了，这个电脑是怎么搞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赶快动一动，又来了，看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，你知道反射系数，可以求 standing wave ratio。啊，你知道 standing wave ratio 也可以求反射系数，啊，也可以求。有时候我们是先知道 standing wave ratio， 因为 standing wave ratio 是什么？是电场的最大值比上电场的最小值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拿这个，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电压来举例好了，它在这个 transmission line 里面，就是电压的最大值比上电压的最小值，就是 standing wave ratio。 那这个电压可以算的，可以测出来的，就你拿一个电表啊，某一个位置它的电压最大值是多少，电压是多少值，这个值是最大还是最小呢？不知道，那你就往这个比如说它这一点的右方移动，如果往右方移动，这个电压下降，然后再回到这一点往左方移动也下降，那这一点就是什么最大，对不对？如果往那一边移动是变大了，往这边移动也变大了，那一点就是电压最小值啊。啊，你可以测出最大值跟最小值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 standing wave ratio， 然后你就可以求它的 gamma 啊，求 gamma， OK。 好，然后 gamma 的值啊，绝对值是介于零跟一之间，零跟一之间啊。那么这个呢 S 呢，就是在一跟无穷大之间啊，一跟无穷大之间。比如说我们一个电磁波在单一介质里面行进，它没有反射啊，所以它的最大值啊最大值就是等于啊，它没有反射啊，没有反射的话呢啊，没有反射，我们看这个哈，好，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个行进波啊，它往单一的方向行进，它就没有这个啊，它这个时候啊电场的最大值，它就不是驻波了，其实它就不是驻波了啊，不是驻波，那么它就不是驻波，然后它如果
说我们讲的两个弦之间的这个弦啊，入射跟反射振幅都一样的话，振幅都一样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它的最大电场要等于什么？最大电场啊，有这个值，但是它最小电场呢是等于零啊，因为我们驻波是这样子，我们当中有一条线呢啊，一条，比如说这是一条线，驻波是这样子的，那这个是最大电场，在波节这个地方是零啊，所以它就是，比值就是无穷大，因为分母是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说你这个一个行进波的话呢啊，那么它的这个入射的电场哈，就是等一等，我看看，它没有反射，我们看这个好了，它没有反射的话啊，没有反射的话，它就是一啊 ，S 就是一啊。如果你是行进波，它没有反射，所以 S 就是一啊 ，S 就是啊，最小值就是一 ，OK， 最大值的话呢是无穷大。好，反射系数的大小。例如反射系数大小，这是一个例子哈。比如说，如果有一个平面波，反射系数的大小是这个 0.2 乘上20%的反射啊，那么 S 就等于啊，这就等于这是0.2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时候的反射只有20%是反射，好，那么 S 就等于一加伽马 over 一减伽马啊 ，OK。我看这个地方啊，可能你要把它这样子，因为这是减的，对不对？你再写一下，等于一加。绝对是摆在伽马啊，这是 maxima 没有错啊，它等于另外一加上绝对值伽马是一，然后一减掉绝对值伽马是一啊 ，OK， 那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，啊好，那这个就变成一加0.2啊，一减0.2。这个就要用到一加绝对值伽马跟一减绝对值伽马啊，这个是1.5，我这个大概写漏掉了哈。OK， 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，讲这个驻波比的，在无耗损区向前方发射的行进波，振幅是这个。反射波的振幅是这个，求驻波比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式子啊，它的振加上这个振就是 E maxima 啊，这个减掉这个的绝对值就是 E minima 啊，就是 E minima， OK， 好，等于这个，所以它也可以用这个。这个式子表示我前面有没有写出来？有啊，就是这个 ，OK， 这一项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，这是第一种方法，我们直接用这个公式求出来是 1.5， 然后我们用这个。伽马 z 的绝对值等于伽马，等于这是伽马 z 是等于这个东西了，因为 exponential 啊二伽马 z 那个就没有了啊，那个就绝对值就不包含它的 phase， 它是等于这个，而它呢又等于伽马啊，就是它的大小等于这个东西啊。二十，一 minimum 二十，
volt per meter， E plus 100个 volt per meter， 所以伽马等于这个。然后 S 呢，就是一加伽马 z over 一减伽马 z， 一加 0.2， 一减 0.2 等于 1.5， 这样的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过驻波比的范围啊，是从零到无穷大，所以这个范围大得不得了。这么大的范围，如果您要比较的话，哎，它是一，比如说是一好了啊，驻波比是一，到这个无穷大，不要说无穷大，几千万好了，那这个数据不是差太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最好是用这个分贝数来表示。分贝数，比如说，你们用过三用电表，三用电表的电场跟电流，它的这个刻度啊 ，scale， 都是等分的，对不对？都相等，一格一格都相等。但是量欧姆的，量这个电阻的时候，它那个刻度是不是相等的？没有相等哦，它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它是对数，成对数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分贝数来表示，啊，分贝数。分贝数知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？分贝数，什么叫分贝数？啊？分贝数用来，它定义是怎么样？就声音好了，你们学分贝数，第一个是在声学里头学的，它是怎么样的？它是等于十乘 log 啊，我这里用一个粉笔来画给各位看啊，它是十 log 啊，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声音的强度 I0， 分母是 I， 这是强度啊，强度比这我们这个作为标准呢，这个作为标准啊，这个是一个标准值，然后你比这个标准值大多少乘上这个就是分贝数。不过你要注意这个是什么，是强度啊，是强度。 OK， 那为什么 S 这个地方用20呢？为什么用20？你看，因为 S 是什么？是电场振幅的比，电场振幅的比。那么电磁波的强度跟振幅成什么比例啊？电磁波的强度是振幅的平方，对不对？比上振幅的平方。所以啊，你这个地方就等于电场的平方啊。如果用十的话呢，就是电场，对不对？啊，电场，然后它的平方的话呢，啊，它就是这个 S 啊 S。好，那么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好了，如果用电场好了哈，啊，它是十 log 电场。你把这个20除过来，乘过来，就变成 log 十电场的比值啊。OK， 所以它是20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20。OK， 好，这里是20分贝数，反射系数呢？你把这个带进来嘛？它这里它这里是告诉你，这个例题我还没讲哈。S 等于二的时候，求 S 的分贝数及反射系数的大小。好 ，S 等于二，它这已经是这个比上这个是二啊，那就20乘上 log 十为底的二，算出来是6.02。好，那当你这个
分贝数知道了啊，分贝数知道了，就说你现在求它的分贝数啊，就说 s 等于二的时候，也就是它 s 的分贝数是 6.02， 反射系数呢，要求反射系数就用这个式子带，它是1/3。好，我们再看 s 的分贝数是2 dB， decibel 就是分贝啊，两个分贝数，求 s 即伽马。那我们就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啊，这个等于二，那么就等于 s 等于1.26，伽马呢，你就把 s 带进来啊，就变成0.115啊。好，以上是介绍这个驻波比啊 ，standing wave ratio，OK、okay?。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看这个电磁功率。电磁功率，我们看均匀平面电磁波的固有阻抗，从固有阻抗为 8.1 的无耗损介质，是无耗损介质，所以这里不要戴一个帽子哈、啊。垂直入射于另一个固有阻抗为 8.2 的无耗损介质，像这样子的，这两个都是无耗损介质。这是入射波，到了这里以后就分成穿射波跟反射波。我们现在看这个介质一的波函数，我们就用刚刚那个，你把入射的这个振幅提出来，你就是一加上伽马 z 啊，伽马 z 就是伽马，这是大小乘上它的 phase 啊 ，phase， 伽马 z 是包含这两个在一起了。h 呢，它就是等于啊，这个值被 eta one 来除，然后后面是一减 j。2 beta 1 z 等于这个，所以介质二的波函数啊，我们看介质二的波函数啊，它是等于介质二就是 transmitted wave 啊，这个 t 就是代表它是 transmitted wave 穿射波，它只有这一项啊，没有反射波，但是这一项呢 EOT 就是 transmitted wave 的振幅，它是等于入射波振幅打一个折扣，就是这个折扣就是它的穿射系数，比如说穿射系数是 0.8 啊，它就是 0.8 部分穿过去了，就是这个。 H2 呢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用这个啊，这个是入射波的振幅被 eta 2来除，然后打一个折扣啊，打一个折扣 ，OK。好，那么它的介质中的功率流啊，我们用复数求这个功率流，出这个power density 1/2 real 啊，介质一哦。介质一里面的电场 cross 介质一的 H 场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然后等于什么 AZ 啊，这两个一乘 AX cross AY 就是 AZ 了啊，然后这个注意啊，这个 H star 这个就要变成正的啊，这个正的提出来啊，这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啊，介质一在前面了哈、啊，在前面。哎，介质一不对啊，这个啊，介质一这个
然后戒指二，戒指一是这个啊，戒指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它乘上 H 场是这样，不过它要求它的，它要用它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complex conjugate， 那这个变成 complex conjugate 变成正的，等等这两个一乘就变成一了啊，啊这个地方也要变成，这个变成负的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变成负的，这个地方变成正的，好，于是这两个相乘呢就变成 AZ 的这个值乘上 real， 你把这个乘出来，我就不，这里我就不乘了哈，是这个值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取 real 对不对，你先把这个画一画，这个变成两倍的 sin， 两倍的就 j 两倍的 sin 这个值。好，那你取 real 的话，只有这一项存在啊，这个就没有了啊。所以第一区的 average power density 是等于这个东西，单位是瓦特 per meter square。你说单位一定要写啊哈，最后这个值的时候。单位一定要写啊，方向是 Z 方向。好，我们看介质二的功率，平均功率流，它是介质二的电场 cross 介质二的 H 场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这个 cross 以后啊，你注意 complex conjugate 啊，这个现在要取它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那就是这个变成正的，正的跟这个一乘就变成一了，对不对？它就变成这个值。好，那么由于两个介质都是没有耗损啊，所以它的介质中的功率流应该相等，因为能量一定能量守恒啊，不会少掉的，所以你第一区的功率传到第二区去没有耗损，那就应该相等啊，这两个相等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前面这个结果把它相等起来，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，一减 gamma square 要等于 eta 1 over eta 2 gamma 平方，等等，37 OK 啊，我们有这个关系，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这个这个穿射波啊，跟就你两个介质有穿射波有反射波，那这个时候它的 gamma 跟 tau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啊，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OK。 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，看看时间。好，总电总长阻抗的计算总长阻抗，是我们先看看总电场，任何一个区域的电场，假设是 X 偏振， H 场就是这个长阻抗的话呢，就是这两个比，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比一比呢，它就变成 Eta 一加 Gamma over 一减 Gamma， 对不对？好，没有边界无边界介质内的总电场，这个是一般哈，就是一般都可以用哈。如果是无边界的话，没有反射系数啊，所以呢，原 x 方向行进的波，啊，行进的波，这个都是零的话，就是等于这个等于 eta， 所以 hy 就等于 ex over eta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么
种主看我们，种主看哈，我们先用这个笔好了，啊，用这个笔好了。这个零啊，这个零，这个零，这个一笔呢，啊，一笔呢，它就变成这个值，啊，变成这个，然后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负 eta。我们看。还是从这里来好了哈、啊，这个是种阻抗的这个定义嘛，对不对？定义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值等于这个，这是负的。我说这个是用正的表示的时候，如果是负方向的话，负方向的话，这个要等于负的这个。给、okay, 这个哈，我们跟各位讲过，如果是磁场朝负 z 方向传播的，它的振幅要等于电场朝负方向的振幅，被 eta 除，前面要取负号，所以呢啊就有这个关系啊。那么如果是用负的比的话，这是负 eta 啊，负 eta， 或者是说你把这个负号摆在前面来，等于 eta 也可以啊。这个是种阻抗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，刚刚是单一介质哦，它没有反射哦，没有反射的时候啊，啊，没有反射的时候，它的种阻抗。就是这个介质的固有阻抗啊，记得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两个介质，两个介质呢平均功率啊，哎，这个搞什么东西啊，错回去了。两个介质中，就是说波现在有反射有穿射啊，穿射，那总阻抗就是这个。我们看第一区，以第一区为例，它就是等于啊，这个都是用一 ，OK， 就是用一。好，如果这个是边界，边界这地方是 z 等于零，那你在这个边界左方 l 远，就是 z 等于负 l 这个位置，这是第一区了。这是第一区的值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 z 等于负 l 带进去，这个就变成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 ，OK， 啊，记得啊，在边界左方 l 远之处，它的总阻抗就可以用这样子带啊，可以用这个带 ，OK， 啊，原因就是它。从这个式子可以得到总阻抗是这个东西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将 gamma 等于 eta 2减 eta 1 eta 2加 eta 1带入这个式子，我们就可以得 z 1第一区的总阻抗是等于这个值，等于这个值啊，这个值呢圈内本就是用这个字哈，圈内本用这个字，这个值就是两个，记得啊，现在是两个介质，这个介质跟这个介质 ，OK， 边界是 z 等于零，你要求 z 前方啊，往负 z 方向 l 远之处，它的总阻抗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带。这啊，用这个，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式子来求了啊，就用这个，这只是一个例子了 ，OK。好，多层介质，如果我们介质有很多层的话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我们拿三层代表多层好了，入射波、反射波、穿射波。第二层，然后传到这个地方，
穿射波跟反射波，所以第二层呢也有入射波跟反射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从在第二层介质 Z 等于零处的电场，这第二层介质啊，你看这 Z 等于零啊， Z 等于零处的电场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介质，这两个介质一二哈，我们先不考虑这个，一二就是好像这是两个介质啊，两个介质在这个 boundary 啊，往这边负 L 远，它的总阻抗是多少？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式子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由这个啊推演啊，你看这个是 z 等于零啊 ，z 等于 d， 往这边推就是 z 等于零处 ，z 等于零处啊。那么它是，这是刚刚是第一层到第二层，这个用第一层的这个固有阻抗，现在是第二层到第三层，所以用第二层的阻抗。好，这是第一，刚刚是第二层啊，现在就是第三层了。刚刚第一层就是第二层了啊，从这里可以推演出啊，在任意一个层啊，它的位置啊，它的总阻抗啊，这个地方的阻抗跟这个地方的阻抗啊，我们任何一个地方的阻抗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，其实就这个式子就是从刚刚那个地方来的，我们用个 z 好了啊，用 z 来算啊，用 z 来代表比较更一般性啊。好，底下我们就是要看一个我看看还有多少。好，我们看看来得及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就今天介绍到这里好了。好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多层介质，多层介质你一定要记住啊，多层介质，那么我们可以由两层介质的这个，两层介质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用两层介质的这个式子啊，这个式子哈，来求出任何一个介质，推演出，求这个地方的总阻抗跟这个有关系，啊，求这个地方的总阻抗跟这个地方有关系 ，OK， 啊，这个是欠那一本的，用的常用的哈，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两个坡两层介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是无边界的时候，它的总阻抗就等于这个介质的固有阻抗，啊，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